居家隔离第四天，这是北三的海伦北三的街道，大街上一个车都没有，现在也只能从这个窗口看看外面的世界吧，呼吸呼吸新鲜的空气。今天的天气很好，阳光明媚，一个人都没有。对面有两个人，那是出来做核酸的。做核酸只能在本小区，做完核酸之后还得回到屋里。蔬菜包到了啊，咱们看一下子，这个蔬菜包里都有啥？来，我找不到。菜不少吧，看一下，这是海伦人民政府，感谢党，感谢政府吧。蔬菜包已到了啊，感谢奋战在一线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。大家看看，那边有茄子，哎呀，这么大的茄子，分分嘞。茄子。还有一袋酸菜，还有黄瓜，西葫芦。辣椒，还有一个小萝卜，还有两个大头菜、圆葱、胡萝卜，样式不少啊，都是新鲜的蔬菜啊。蔬菜包已经送到了啊，因为我和儿子是居家隔离，因为那个蔬菜包是志愿者给送到楼上，敲门之后，然后我们给开的封条放在门口，然后我们门口之后自己拿回来的。每天做核酸呢，也都是上楼上来，因为我们是居家隔离，也出不去，就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志愿者和奋战在一线工作的医务人员，你们辛苦了。非常的感谢。切了一个小萝卜，一会儿拌点咸菜。切点肉，中午和儿子包点蒸饺子吧。剁点咸菜。水开了，焯一下芹菜。吃粉面饺子，跟儿子俩少和点面就行。这个先给它搅搅，一点点往里揉面就行。面和好了，开包。粉面大成饺，上锅蒸。今天包的有点大呀。
不累，开锅，热气腾腾的饺子出锅了。哎呀，皮儿薄馅儿大呀，不错呀。今天的饺子就是大了点儿，有点太大。我们开饭了，韭菜馅儿不是芹菜肉馅儿的粉面大蒸饺，我又切了一个小咸菜儿。我和儿子开饭，马上开饭了。好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我和儿子的午饭就开始了。做了一个粉面饺子，然后切了一块小咸菜。儿子，咱俩开吃吧，尝尝妈做的好不好吃。你尝尝。尝尝，你先给你夹。妈自己夹吧，你来吧，来吧。有点大，是不是？管饱。挺成功吗？咋样？饺子挺好吃。嗯。皮儿薄馅儿大。嗯，好吃都是的。尝尝妈切的小咸菜。咸的行。还行，这味道是不是？嗯，行。哎，就是这饺子，我爸吃不着了。等妈回家再给他包。是。是吧？都是这。几点？我爸你能吃饭？这是几点了？十二点多了。那你爸中午饭也吃了？嗯。你爸那饭也挺好，遇到好几个菜。我爸为志愿者照顾的挺好。嗯。名嘴，那条件不错，挺好。你下午几点有课？一点半。降温了，马上要冬天了。我们周边的人和事啊，今年秋天都是温暖的人和事。希望奋战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和这两天给我们送蔬菜包的外卖小哥，天气越来越凉了。希望他们有衣暖身，有汤暖心。海伦呢，这座小城市我非常的喜欢。也希望疫情早早的过去。愿我们每个人都平安。也希望在明水隔离的小儿哥能早日隔离期满，早日回家。希望疫情早日过去。希望每个人都平安，恢复原来的模样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吧，我们明天。